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是在湖北的襄阳体育馆，为您带来是 WF 全球公胜点的男子67公斤的超级战，这一场纯态式的比赛。红方是来自大东阳搏击俱乐部的邱建良，而他的对手是来自广东奔胜的泰拳王，叫乐鹏。这位诺鹏在上一次我们的武林风跨年盛典中呢，曾经击败过香港的拳王向伯荣，也拿到了 WMC 的冠军。这位选手呢，是以自己本。大家好，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勃起无力、硬度差、中途疲软、肾虚、前列腺炎等问题，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993-200，纯中药，一人一方，治根治本，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补肾壮阳，延时助勃，彻底告别快男软男。记住微信574-993-200。但是这个可以，邱建良刚才用了两次转身性的腿法，这个在泰拳中是也不太多见的。我们的泰拳规则呢，更使双方选手呢更能合理的发挥自己的出色内围技术，而且像肘法的运用会增加这个比赛的 KO 率。像有河南卫视和青海卫视，包括泰国的摩泰呢，将联手进行第二场中泰这场高水平。双方现在在对攻中呢，这就是我们泰拳的特色，强势坚硬。那么在你的力量，对，在2月16号呢，武僧一龙将迎战这个鲨鱼狼，没错。那么也就是在这个邱建良和这个这场比赛之后呢，还将有这个王鹏飞，迎战的是这个美国的索瑟阿瑟，另外一龙要迎战美国的格罗格，最后将进行男子70公斤级八人战的最终的决赛。相对于对方的这个诺鹏呢，他的打击频率以及进攻技术更泰化一些，因为毕竟是这个邱建良是自费到了泰国来学这个纯泰式比赛，没错。他在他的骨子里头还是中国人嘛，他以前肯定有这武术基础，练过散打。我们看诺鹏啊，几乎没有自拳，他尽管有我们说有这弹手动啊，是吧？扫地又不太一样，哎，啊，他死掉了。好像是，应该是邱建良的，没错。双方在硬拼当中给打掉了。不过我们今天觉得这个邱建良在这场比赛当中确实打得还是不错。不错的原因，作为一个中国人，那么自费到了泰国来学这种泰拳，而且能和泰拳王洛鹏打得这么精彩，的确在拳法上的对拼呢，邱建良是不吃亏的。嗯。但是在整体的立体攻击上，邱建良的腿法的有效打击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都知道泰拳是喜欢那种无视防御的中位扫踢的技术，并且迎接自己的内围技术，成为一套典型而独特的打法。啊，邱建良被对方接腿，直接两个右手的直拳，单手直拳，而且你看诺鹏根本就不退，没错。啊，邱建良连续的进攻。洛鹏现在直接硬是挺上去了，这种推进型的泰拳选手啊，让你感觉真的是没什么下手。邱建良这个护士人家用的有问题，因为可能对这个护士还不是带还不是适应。好，我们看到邱建良的几次弧线型进攻呢还是不错。邱建良一直试图用自己的转身后摆拳或者转身摆肘，想给对方一个重击，因为他想摆脱现在这种态势，因为对方一直在压着他打。没错，一直知道吗？在疲于应付。现在诺鹏要调整一下。诺鹏这位选手的确是基本功扎实，跟我们一般所了解的不同的是，其实泰拳手的下盘是非常非常稳。可能我们在看很多次中泰对抗的中国选手摔倒泰拳手，那是因为在规则的适应性上。现在我跟你说，诺鹏在今天这场比赛里头打的已经不是纯泰式了，没错。你看你根本没有缠斗技术，就是没有，大家就几乎没有内围，没有。现在好看，我干脆给拉开，就平拳打吧。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些慢放，
骆鹏的左腿的连击，邱建良被接腿以后自己两个右拳的迎击，这是第一次被打呼噜掉了啊，打呼。我们看这两位选手基本上都在拼拳腿，在膝肘的运用上并不是特别多，可能是双方把节奏加快了。 WF 全球功夫盛典男子67公斤的一场纯泰式的超级比赛，红方是邱建良，蓝方是来自广东奔盛的这个泰国人骆鹏。邱建良很喜欢用这种转身性的攻击方法，但是拳法的确，我们所看到的泰国人能像骆鹏打这种节奏人也不多见。的确是，能把节奏加快，这样对泰拳手来说是一个对规则的全新适应。我们都可以看到，泰拳的拳法呢，很少出现下蹲型或者前身型的防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泰拳比赛中啊，很容易遭受顶膝啊、顶肘这样的进攻。双方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呢，绝大多数都采用硬扛或者阻挡。到目前为止，双方没有爆传过一次进行袭击。你看，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都很快，就是拼拳，一个扫腿动作啊。这位在泰国学艺回来的邱建良啊，我感觉他的风格跟骆鹏还是很相似的。在拳法攻击中，这场比赛有点快，有点像踢拳比赛了。这典型的一场踢拳比赛了。没错，毕竟邱建良要比这个骆鹏要年轻，体能好，体能好。我们看到一般的传统泰拳的选手和传统的踢拳选手最大面对拳的区别，就是泰拳选手会顶上去，而踢拳选手会用自己的身法躲开。这场比赛节奏很快。双方的拳法造诣的确可圈可点，就左右的直拳啊，也打法太相克了，他俩这种打法让人就有点热血膨胀的感觉，硬碰硬，没事没事。双方都是脚踏着三公步在进和后退，所以在比赛的移动节奏上并不是太快，可是在攻击节奏上就是非常快。现在这个骆鹏体能下降了，没错，我估计骆鹏在以往这种打这种蹲赛比赛的也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快节奏的比赛啊。你倒计时，骆鹏还有10秒，都开始进行了强攻。你看这个骆鹏的打击的准确性，你看刚才他们是吧，没错，双方在出拳，但是从打击准确度来说，骆鹏还是更加的经验老道。这场比赛很好，非常好。这场比赛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而且对抗节奏有想象不到的快。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action, Judge Wong scores the bout 28-29. 一号裁判员28-29。 Judge 2 sees it 28-29. 二号裁判员28-29。 And Judge 3 has a 28-29. 三号裁判员28-29。 All in favor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in the blue corner.